现在我要叫你拿电话出来，你打电话给他们借钱一下，你会打给谁？我要打给一通。开 speaker。阿爸，下午。对，在哪里哦 ？JB 在这里。妹妹，你讲你要 host 吗？来，你 host 一下。如果是你做主持，你要怎样 host 这一个聊天？嗯。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。大家好。妹妹，今天我们有 Nicholas、妹妹、志伟，都是国手，感觉不错。但是最近很多人看好你，自己知道吗？是哦。志伟啊，防守好，很积极，很厉害 ，steal 人，很不错。知道我是关注我自己吗？有点话题。有啊，一定要保持住。之前你是打什么 club？ Red Baron。Red Baron 倒掉啊？你也打了，他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球队名，叫什么名 ？Phoenix Grove。都不知道啊，没听过。所以先还没有正式。你是打 Johor 少人大哥啊？现在打，已经签了啊？签一年了。啊，暂时签是一年了。可以透露一下薪水吗？肯定低过一东他们哦。那你 Johor 大哥谁？一东，你 John Wong。两千双面两千都不是，两千 part time 应该 part time 嘛，连没有两千是 part time 打一下就好， part time 打一下 NPC 这样啊，不好笑。如果part time 的话，方便透露吗？一场球大概多少钱？这个要问妹妹。比如像上次就好，我们不是有请你跟易东去打，应该是请的嘛，这样。可以透吗？我透一下，人家请你才知道啊。差不多啊，800到1000哦，800到1000啊，都要打满四个国德啊。没有啦，累哦，不是换人啦。会累打一个关德万啊，800块 OK 啊，收工。那有人叫过你去打吗？一个有，但是我没有去，没有去过，就是拒绝。钱价钱太少。没有，就是有撞到时间了。你有对手？没有对手。没有变。一人讲一个啊，你跟谁讲先？阿爸。啊，万幸啊。啊，万幸。做么？对啊。Handsome。我能再一点，我能再一点。来来，镜子给他看一下。后面很大一个。第一次看他的时候，应该是第一次看他就迷上他了。嗯，有一点了，性格一样了。就是不太会讲话。不太会讲话，我不是，我不太会讲话，他反而会讲话。就他练球的时候很认真啊，就讲，这样大岁数还很 focus 在篮球那边啊。题外话，谁练球的时候不认真呢？很多啊，很多。就是认真哦，自己在那边偷笑，全部几认真，没认真，几认真。其实认真的人是很少了，是吧？多了，我就是其中一个嘛。自己找到，自己指挥，还加练哦。然后加练不用紧，教练讲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叫跑啊那些我都做。那个像是小健会做的东西，小健会在吗？轻啊，做什么？多做的东西，轻啊。做太多了，我扯太远了，扯去马那边阿板。有时候我打比赛的时候，他会 install 我啊，他会跟我讲你打聊天，是吧？他会跟我讲我打很烂啊，他会看我比赛讲会打不亏哦，你打来打去还是一样样子，就有不想聊天的讲话的。知道你在后面啊，好像人 copy 跟 Michael 就这样，这很珍贵一下哎。突然间找我，然后就这样啊，又会叫我 superstar 的人。我觉得可能阿板找到女朋友，他就不会这样做。还是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？那如果是妹，都可以讲我自己，我讲我自己。全国首。私人哦，我觉得私人哦，私人呐。因为我觉得他射球真是很准，我现在应该还欠着他24箱啤酒。我记得好像是我们玩一个 game 就是射球啊，然后我输他不5个还是6个这样，五六罐嘛。然后我就不爽，就一个double out。没有，每天一看到我就讲，真假硬转换，不然改次你这样，你跟他赌，喝了才投。啊，还是可以啊。我觉得10更快是你哦。如果是志伟的话。唐文强吧，看过几次就很喜欢他了吗？他是怎样的？打球很冷静哦，要该得分的时候可以得分。有什么时候是不该得分？你跟我讲。得分都是每次都是该得分的哦。对，队友要求哎。该不该得分？像移动哎。对啊，像是打这个 NBL 啊。NBL 文强有打没？没有，我打移动。OK， 他有时候是。这样去啊，但是有时候就准了。如果我叫你们互讲，你们这三个 player， 妹妹你讲阿雕先喽，你这样子一直讲，妹妹讲阿雕，他优点是什么？优点啊，
有点就是投篮准哦，投篮啊，你也投篮啊，很准。他的意思是你不会带球，带球就尽量少带。缺点我觉得是他打球有点紧张，有时候很像太急啊，什么他的动作跟他平时练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这个不是他平时练球的水准。所以他是练球很强，比赛练球是陪练型啊，陪练型。有时候我也是会这样，有什么方法 ？OK，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练球的时候练烂一点，那你就没有压力。比赛的时候，他像美美这样是吧？美美这样摆烂，美美你的秘诀是不是这样？就是练球的时候真的没有啦，我们秘诀就是投球要有信心哦。我是真的是投球有信心吗？就算我现在我投不进，比如讲我现在投三粒四粒不会进，可是我知道我是会进球的人，总有一天会进的。对，不是第三十粒后，那个四十分钟里面，什么叫总有一天？四十分钟里面。怎样都要进球啊！当然也是会有不进球的时候啦，就可能你下一场就调整哦，你这样调整回来喽。先保，先有那心态样子。你就是要自己 training 哦，你就要每天。因为你同意我说法吗？就是练球的时候不要。再没有不可能投篮，这样子。练球，我练球很认真的，所以我投篮比赛就会准。是不是不可能我练球让我投篮准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是又讲有因为信心。对啊，你有信心投了，然后你再只要训练嘛，你要给那个 muscle memory 嘛，就是习惯投篮的动作啊。我们如果形容美美，阿刁你要形容美美一下，你敢不敢讲？完美美美完美。哎，这个最后一点，我怕。再讲吧，再讲吧，没有哦。那种高难度，他都可以进攻啊。比如说超远距离，超远距离，超远距离还有招拍了，因为我们学不来。因为你没有用右手去收回那个球，美美超远距离 step back， 你就用右手把它收回来。哎，讲一下他的缺点，多了我这个随便讲都有，讲不完哦。个人技术啊，那种技术该好一点，就比较快一点啊 ，step back 再稳一点啊，就真的可以打到更高比赛啊。顶着吗？如果他进步了，因为其实我们看好像外国的。你看外国那种动作，讲这个话屌。他像外国那种 skill 很快啊，那种。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，外国的黑人他们应该练很多小时吧？其实哦，真的是有差别的，因为外国那些动作很标准，很 smooth 啊。哈，为什么你们做不到这样 smooth？ 练不够多？不是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从文化。以前打到现在，就是还没有人教啊，都还是练这个动作啊，带啊。就像我这个动作，比如讲我黑丝一下，我偏不人，可能我不够真，他们在做久了就很真，嗯、然后你就真是会给他偏掉。嗯、他们一天应该花四五个小时来练这种技术啊，因为他动作真的很纯熟啊。可是我还是觉得，就是比如讲，好像我们亚洲人还是什么这样啊，怎样带球都好啊，这样技术都好，感觉都很像欠少手这样的动作，他们可以很像很。球这样很这样讲，很顺，没有漏洞啊，很顺的，人球合一啊。对，就很像 OK， 有些人是很像带球很顺，可是我过不到人。比如说是谁？我不知道啦。对，很顺，他过人就比较难过。有没有心目中我们这边的 player 就是，可能带球不是很好啊，又可以过人哦？像你刚才讲的倒反，一豪啊，一豪。你好，basic 啊，最 basic 的 player， 最好优点啊，哈，最伟的优点是什么？身高够高，对 ，OK， 然后他的缺点呢？他缺点就是太快了，有时候太快太敢叫人了，对你来讲是缺点，对我来讲是，因为你要对到他吗？我只乱掉去，我 close 朋友。打球朋友啊，小杰喽，小杰呢？景宏啊，他们啊，我很 close 啊，都是 OK 啊。有没有可能你把人家当很 close， 人家没有把你当 close？ 可能是，你们静静这样，每一个人在看 video， 怎会有人跟 close？ 凶不凶这样哦？表面。我不要讲话。我会讲。OK， 美美。小豪移动哦，可能小豪跟移动啊，国豪啊，国豪 ，OK 啦，或者是现在我要叫你拿电话出来，你打电话给他们借钱一下，你会打给谁？打他给借钱啊？啊嗯，可能我会打给小豪，可是我不想打给小豪，我要打给移动，因为移动美国咱没有钱，我看看。你打开，你现在打，再打给移动。你看电话，要借多少钱？三千哦。三千。啊，我。
这样子还会跟我讲，他应该是没这样躲哎。OK， 我试一下。不要笑。开 speaker。我承认。阿爸叫。哎，在你哦。JB 在这里。一栋你那边方便借我一个3000块钱吗？3000。你那边有吗？没有啦，屌你。还没有出粮哎，讲真的，今天都输了3000了，还欠欠你3000。2000呢？我看一下我户口有没有，我还没有切开，我是出到半死了，我是刚刚领导回来了。好、哦，这就讲输很多钱没？讲你啊，输很多钱没？输。没有啦，没有输很多啊，只是要转给别人哦，突然间要用到钱，不够钱。你那可能没有钱，我去看一下 bank 够钱了。没有啦，我再拍一个 content， 然后只要打电话向你借钱，看你要不要借我。儿子，把那个钱再借。Nicholas， 你接下来有什么行程可以透露给我们知道一下吗？2月多我会去菲律宾那边跟老板去，够了，认真的。Okay. 去菲律宾那边打友谊赛，然后就这样，只打友谊赛，没有什么比赛，我只是去那边去见识一下他们那种出名的大学，两队大学，然后有几队是之前我们在 Field Basket 在菲律宾打的那几队。比较强了，现在我就在打 ABL 咯，下一个站就在马巴咯 KL 咯，然后打到8号，可能不能10多号，我就飞去越南20多号回来，然后过几天就飞去蒙古打一个 Asian Qualifier， 然后回来继续打 ABL， 如果有进圈的话啦。通常你们打比赛过会拿到 bonus 是吗？就是进圈或者是拿冠军，看老板要不要给 bonus 哦。But 如果 normally 很像我们拿到那个比赛那个钱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奖金啊，都是会分的，都是分给球员。分一个力还是妹妹拿比较多？肯定我拿比较多。对，因为以前是平分，可是最近你去闹了，所以他就不要给。不公平。不是啊，这个表现。我们有闹吗？人家也是看到约金就会分那种，看你上场时间多不多，为这球队贡献多不多，这样子类似这样。可是全部都是 depend 在 management 和老板那边，老板看哦。你现在打比较好，你就拿多一点，还是这样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还是那奖金会分出来，可是是他们奖分是他们会决定奖分的。那你不会有很多人不满呢？没办法，可能到时候他们就不要传球给你哦，不要给妹妹拿这样多分哦，我们要分多一点。这样好啊，我觉得很好。练球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好。有时候我也是每天鼓励他们，你们打爆了，刚刚打爆，你们不可以的话，我会去 support 你们的饭食。那有些人就怕，你打到很累是哪里？打到你很累是吗？可能要不是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这是张叔来的，就像啊，人家好像教练也是会 scout 我们嘛，就觉得我是那个 team 的那个主力得分，他就可能会派一个人来一直防着我，and then 一直防着我，这样我哪分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喽，还是怎么讲？然后我就讲 OK 哦，我会 try 先哦 ，try 了哎没有，因为你要用很多力气什么嘛。累了就休息一下咯，掉我们去。啊，如果他一跳的时候，或者他一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机会又来了咯。我还以为你要鼓励他们，原来还是为自己一下，为自己着想。先鼓励，后奖励。志伟，接下来什么行程？我也是2月会打 ABL 咯，在 KL 站的，我会代表 NS Matrix 哦，跟妹妹一队。不要传给他哦。应该没什么时间上，现在拍手比较多啊。OK， 好，就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两位，谢谢李宁 ，OK， 拜拜。